靈安護理服務咧，其實係一個好貼心嘅服務嚟噶。就好似咧，我哋有一位嘅長輩啦，佢頭髮長長啦，又滿面胡鬚，跟住咧指甲又捆曬黑邊喎。經過同事咧幫佢修剪指甲之下啦，同埋修剪頭髮啊胡鬚，咁咧個人咧就變得好整潔同埋好整齊。我哋咧又會同佢哋咧有身心靈嘅彼此建立啦，咁咧陪伴佢哋走埋人生最後嘅一段路程。维拉律敦治迪西灵安晚期照顾服务中心隶属于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广任颐养院综合安老服务，是香港首间引入灵安护理服务模式的中心，为患有末期病患的长者提供三个月过渡性综合照顾服务或六个月综合照顾服务，期望减轻家人的照顾压力和面对死亡过程出现的哀伤，怀住爱和希望与长辈及至亲同走人生最后一里路。